城市灯火，满天星辰，我准备创业，让大家病有所依，生活得更好，这就是我的初心。之前一直做诊疗机器人，突然转向去做 3D 医疗大业，凭什么觉得你会成功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失败？韩总，在您的眼里可能星辰有一堆问题，但是在这个社会上谁也压不住谁的光芒。你的自信啊跟不要钱一样。我就当你是夸我。你拿这份 PPT 就想融资，当投资人是天使。你不是天使不代表世界上没有天使。从德国回来，现在当了高高在上的领导，了不起了。他来了一句，生意场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这是在威胁。这话的是，你看这上面复杂的线条像不像你平时不清晰的思维？谢谢韩总，一定创业成功。走。哎呦，韩总，坐。哎，需要我的帮忙吗？可以吗？再加5%的股份。好像也没那么需要。有实力的人才有资格说人脉，没有价值的人，无论你换上几百个饭桌，都不会有人真正看你一眼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内涵我？不客气，虽然教你就像在教小学生。那谢谢韩老师。韩总慢走。哎，小心踩脚。我的态度全力支持科技为国，治病为人，只有走进人心才能反哺一人。亲眼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，还挺有成就感。所以你今天很高兴？潘婷，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潘婷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我看你就是对我早有预谋。是啊。浩瀚的宇宙，衬得我们真渺小。宇宙再大，也会因为一些渺小的努力而变得不同。